大家好，今天是为大家介绍一间是三层的 Enlog Unit， 它的地点是在甘巴普叉。我们来看一下旁边，这个旁边就是甘巴普叉的 Terminal Mall， 然后前面是刚建好的单层的 Terrace House。然后这间家哦，它屋主要卖哦，是卖350千罢了，它的 Bank Value 啊是500千的，所以这间家是便宜 ，market value 是 30%的。然后这间家也是完全是没有租过的，也没有租过给任何人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来看它车房啊，它车房是可以放2辆车的。然后它大门的方向是向东北。我们进来里面看一下，这也是因为 Enlog Unit 啊，可以看到哦，它这边是很多的窗口，采光是很好的。这里是它的客厅，非常大间。然后这里你可以做它的饭厅。然后这是他的厨房 ，table 都已经是做好了的。后面还有一个5尺的位置，你还可以再扩建出去。然后楼下是有一个长辈房，四四方方，你的床怎么摆都可以，可以摆一个双人床。然后这个是 common 的 bathroom， 然后我们上去看，这间家总共有8个房间，6个厕所。然后上到来这边客厅啊，是有一个小客厅的。然后这边是个落地玻璃窗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主人房，主人房非常大间哦。你的床可以放这里 king size， 然后你的厨你可以放这里，然后有自己的独立的厕所咯。然后主人房是有露台的，方向是向东北。然后这里后面有2间房间，这2间房间呢就是 share 的，它的 bathroom 所以也是 OK 啦，它 size 你放双人床也是 OK 的。啊，这个是另外一间的房间，我们上去，然后上到这边来哦，这边也是有客厅的，然后前面有2间房间，后面有2间房间，然后前面的房间是有自己独立的厕所，后面呢是2间房间 share 一个厕所的，然后前面还有前面的那个房间是有自己的露台啊，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 view 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是前面另外一间，这个露台就比较大间一点，我们这边可以出去，这边大概有4尺的露台啊，所以平时在自己可以喝茶聊天哦。那它的 view 是真的是很漂亮，下蛮喜欢的。然后这里那个 shopping mall 的那个 cinema 也是开了啊，如果你要走路去看戏是非常方便哦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对这间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。然后这间家是可以接full loan的哈。